Bonjour, madame, monsieur. 早晨啊，咁多位，欢迎翻到嚟我全新嘅影片。啱啱去咗我屋企楼下平台嗰个位置度行咗大概半个钟，然后喺度拉筋，搞掂晒我今日嘅 workout， 然后去咗冲凉、洗头、化咗个妆。而家咧卷埋个头发咧，我就开始工作啦。哇，今日熱到一個點，呢幾排咧係唔知發生乜嘢事啦，係超級熱咯。前幾日係咩37定38度咯，今日都成33度、34度，但係非常之好天，所以感覺上係仲加熱。今日個 schedule 都有啲悶啊，因為我做完曬我要做嘅嘢之後咧，今晚有朋友想嚟食飯，咁所以咧，我做完嘢咧，我就要去 prepare 今晚嘅 dinner。哇！但係今日真係好熱，好彩我行我個平台，因為雖然而家開始寬鬆翻少少，可以去行山，可以出去做運動，但係佢哋仲要我哋。每一個人都戴住口罩， How can you 戴口罩喺30几度個太陽下面嗰度跑步行山，我係完全 like 我自己做唔到咯。但係我仲係喺我個平台嗰度行緊咯，就冇出去行山咯。因為我真的戴不到個口罩，我不戴口罩啦。我在我平台那裡走到咁上下，我都覺得好像就嚟中暑。何況你要我戴住個口罩，咁當然啦，上 lift 落 lift 我都會戴住個口罩嘅。如果有人在度行，我都會戴口罩。但係當冇人，完全個平台冇人 ，which 多數都冇人嘅，因為我比較早去行啦。咁我就唔會戴口罩咯，所以係舒服好多咯。你戴住個口罩真係完全係唞唔到氣嘅。I mean seriously, let's be realistic， 係完全唔會暈嘅咯。如果戴住個口罩喺度做運動，完全唔 make sense。But anyways 都冇辦法啦。而家我哋呢啲非常時期都當然要小心啲啦。And finally。我之前訂嗰條裙啊 ，For Ariel 生日嗰條裙咧，終於到咗，全部嘢放曬喺出面。晏啲我 show 一 show 俾大家睇，我呢幾排買咗幾咁多嘢，我覺得自己好似傻咗，係完全 completely 傻咗。我覺得我自己係用retail therapy 嚟 keep 住我個思維，我個 mind 正常咁樣去運作，因為我係買錯超級多嘢。我晏啲或者聽日，因為今日都有點熱喎 ，probably 聽日我 show 俾大家睇嘅時候，你哋就會明白我係買咗幾咁多嘢，仲有好多係未到。仲有一扎係未到，但係我自己都覺得自己誇張咯，我喺度搭翻齊佢哋，我搭一路搭嘅時候，我喺度 ，oh my goodness， 跟住有一啲咧係大到咧，我係仲係而家喺出邊走廊嗰度咯，因為太大嚿啦，咁我就唔係好想放曬全部喺入嚟屋企咯，咁我就 keep 咗喺出面先，到我拆曬啦，喺出面拆曬嘅時候咯，我先搬翻佢哋入嚟間屋嗰度咯 ，but 我諗我係有史以嚟喺咁短嘅時間內買過最多嘅嘢咯，我真係未試過咁瘋狂咁樣去買。咁當然啦，我買嗰啲嘢全部都係有用嘅嘢嚟嘅，我唔係真係傻得咁搞慣嘅。咁我買嗰啲嘢係全部都係有用，但係我真的不會一次過買這麼多東西咯，還有很多起碼10几20样東西是未到，但都已經是很多。 So it's a bit insane， 是完全
insane 咯，成件事。咁我而家咧要嗱嗱聲捲埋個頭，然後就開始工作啦。因為都今日晏咗，因為我沖完曬涼、做完曬運動、沖完曬涼嘅時候咧 ，Ariel 就瞓醒啦。咁我就陪咗佢一陣 ，that's why 就搞到我有點而晏啦。今日非常非常好天。呢個幾星期都每日都超級猛太陽，陽光普照，但係多數嘅時候我哋都 stay 喺屋企，哦 ，so sad 咯，因為呢啲咁嘅天氣點解可以長期喺室內？我哋應該而家喺個 beach by the pool 嗰度喺度曬緊太陽。吸收緊啲維他命 D， 但係冇辦法啦。咁今日咧難得一日出嚟，因為而家過緊澳門嗰邊去幫 Ariel 買校服，因為下個月九月份咧佢就開學啦，咁就去一間新嘅學校，所以全部嗰啲校服咧要買過曬咯。我哋而家咧哇，又喺度飆汗。而家就過緊去澳門嗰邊去幫佢買，然後就去 supermarket 順便 stock up 一啲嘢食，然後先再翻屋企咯。所以我 take 呢個 opportunity 嚟出嚟同大家傾兩句，因為呢幾排我啲 video 基本上大部分都係喺屋企度拍嘅，難得今日出嚟，咁就 show 俾大家睇下嗰個天有幾咁靚。我哥都快来了，好夸张！搞掂，哇！出面晒到热到我，差啲中暑，但系就 all done 啦，唉，好搞笑啊！佢嗰啲小朋友嗰啲校服咧，又全部都要刻名啊嘛，跟住佢哋话啊，你写你个女个名。俾我啊，咁佢話啊可以寫多啲都冇問題，啲長啲個名，因為 Ariel 個名都比較長啊嘛。咁我就喺度寫咯，跟住寫又話長得滯，跟住我就縮短啲，跟住佢又話長得滯，跟住我喺度不停喺度諗喺度，縮，臨尾係縮到咧，基本上個姓都寫唔到嘅，所以我覺得好搞笑咯，喺度話啊可以寫長啲，可以寫長啲 ，but in the end up 係淨係寫到佢個名字。It's so funny. By the way, 我今日着咗我买咗都一段时间嘅呢一条 Chanel 裙，买咗之后冇着过几次，系 probably 着过一次，最多两次咯。咁所以我而家出嚟纯粹买下啲嘢都要着下佢啦。Cause I'm not getting my cost.However, it's not good. 咁貴嘅一條裙，我著得咁少次數，我覺得好唔抵。佢啲顏色係非常之靚，我最中意嘅粉紅色同埋白色。That's why 我今日副太陽眼鏡都襯翻我條裙。大家睇下個天，係咪好似我啱啱話齋？我哋唔應該。在室內那裡呢，我們是不是應該在外面在戶外那裡吃下東西啊，喝下杯咖啡啊，曬下太陽，游下水，哦，玩下沙， Oh my goodness， 我們搞定了所有東西啦。現在呢我們就回家。早晨啊，各位， As promised， show 給大家看是不是很混亂啊？是嚇死人啊！我還有 around 20件貨品是未到，但是暫時已經好像臨山一樣咯。但我看到呢，我是其實很開心的，因為雖然我們現在還未可以去旅行，還未可以去遊浮，但我可以買不同國家不同地方的衫的 products， 所以我很 looking forward 嚟拆佢哋，因為
有很多不同國家的 products， 因為最近呢我在不停試不同地方的 items， 不同地方的衣服，所以我收的這一對 items， 還有我過幾天應該會收埋個 around 十幾二十個 items 呢，都是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美國啊、德國啊、英國啊、台灣啊、日本啊，很多不同國家的 items 都會 deliver 到嚟我屋企。除了衫之外呢，大部分我買的東西都是家居的東西。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說我那個淋花那個壺不是爛了的，咁應該其中一箱咧就會係我個壺咯。咁我走廊嘅位置咧都擺咗啲好大嘅 items， 咁我就唔搬入嚟我屋企啦，因為太大件啦。我應該係會開咗箱拆曬佢哋，然後先會搬佢哋入嚟咯。咁我亦都有買一啲 decorations 啦，嚟添加喺我個屋企入面，因為間唔中我都會中意添加一啲新嘅擺設擺喺我屋企唔同嘅位置，咁睇落會有啲唔同。因為我好著重 the change of 季節，當一個季節轉去另外一個季節嘅時候咧，我都好中意轉換一下我家居入邊嘅擺設。咁所以我喺網上嗰度咧都 order 咗一啲擺設貨屋企咯。咁其他呢一紮咧，好明顯就係我啲衫，因為我呢個幾月都冇咩機會出街，咁所以我喺屋企多啦。咁屋企嘅時候，我就中意去 browse， 去睇下一啲新嘅 website、新嘅品牌，啲我完全未試過嘅品牌，咁就可以買翻嚟試下。如果質量好啊，性價比高啊，我都會推介俾大家。所以呢幾排真係好似黐咗線咁樣，瘋狂地 shopping。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我前嗰幾條片咧，每一條片咧都有一啲 shopping 嘅 content 喺度咯。It's because I've been shopping quite a lot. OK， 我聽到有個人喺入面喺度嗌緊，又唔知嗌啲乜嘢啦。Anyways， 係啦，暫時就係 arrive 咗咁多咯，仲有出面嗰啲咯，我就唔會全部 show 曬俾大家，有啲 interesting 少少嗰啲啦，我就會 show 俾大家睇咯。例如本身 Ariel 生日嘅時候，我著嗰條裙，我會 show 俾大家睇。It's somewhere， 因為我知道是已經到了。 Oh， someone's crying， 因為 Ariel 的媽媽來了，在她房間裡面玩，所以不知道又在那裡扭些什麼。 Here it is， 這條就是我等了個幾月才回來的裙子。原先是打算穿去 Ariel 的生日 party， 點知一路遲遲都未到，咁我已經拆曬我啲嘢，我買咗超多嘢，我一路拆一路啲嘢到，我一路拆一路啲嘢到，好似沒完沒了，我唔知發生乜嘢事，但我真係有點而過咗火咯，我覺得買嘢買到我自己都唔記得我買咗啲乜嘢咯。琴日有啲 deliveries， 有啲係 FedEx 啊，即係唔同速遞公司送過嚟嘅嘢，跟住我都望住啲 parcel 先喺度諗，點解我好似拆都有嘢 deliver， 然後開咗佢哋嘅時候咧，完全有一啲衫我係 completely 唔記得我係買咗。So I went a tiny bit overboard， 今次是有點而過分了少少，過了少少。But 係啦，呢一條就是 finally 終於到的一條裙，我未知道我幾時會著佢，因為喺屋企我應該是唔會著佢嘅，係有啲 special 少少嘅 occasion 先會著，因為佢有點而。紙我好少著咁紙，佢其實本身跟著條腰帶 ，but 我覺得太過紙啦，因為條腰帶 show 俾大家睇，我著呢度，好啦，係咁嘅樣嘅，係紙狀紙，我覺得唔係太過好睇，咁所以我就
轉咗呢一條金色嘅 belt， 我覺得我會咁樣著咯，或者白色嘅 belt， 我 probably 心指都可以，但係一模一樣嘅指咧，我覺得就有點嘢真係指咗少少啦。但係佢呢個粉紫色咧係好靚嘅，老實講係真係好靚嘅，同埋嗰啲繡花好 detail， 好靚，其實真係幾靚嘅。呢一條裙 ，I do like it， 有啲镂空，但裏邊又有一塊里布，一塊里布，所以都係唔怕偷。我都幾滿意呢條裙，但係可惜原本我諗住著嗰個 occasion 就已經 miss 咗啦，冇得喺嗰個 occasion 度著啦，要等下一個機會睇下幾時啦，因為下一年我相信 Ariel 嗰個生日嘅主題未必會係 Rapunzel， 嗯 ，but you wouldn't know。阿拉丁其實阿拉丁都可以咁著，阿拉丁都有紫色，我覺得阿拉丁都 OK。我自己生日啦 ，probably 嚟緊應該最近係我嘅生日，所以呢一條都係一個 option， 但我買咗好多好多靚裙，所以到我生日嘅時候要揀衫咧，應該會有點困難，因為太多 options 啦。好靚啊！呢條裙，好中意佢膊頭位個荷葉邊，兩邊開啲頭髮，睇下見唔見到？好靚啊，幾咁靚！然後佢呢個 smoking 又可以突顯翻嗰條腰，想綁條白色絲帶。白色腰帶，但其實都不需要 actually， 我覺得這樣看都已經好靚。Look at that！ 哇，這條裙我試了上身要測試 show 給大家看 ，cause it is absolutely gorgeous， 超級超級靚，好中意這條裙，買得非常之唔錯。最近我都有跟大家講，我喺度不斷喺度試緊唔同嘅 website 買衫嘅 website， 睇下邊間啲質量靚啊，款式好啊，同埋襯我啱翻我個 style 咯。如果好嗰啲，我都會推介俾大家。嚟緊我都會拍一條片係 for that 嘅，咁大家遲啲就可以睇到噶啦。咁我所有 as usual 租俾大家睇嘅裙啊、嘅衫啊、嘅 items 啊、everything， 我都盡量會喺我條片下面 description box 嗰度 link 俾大家。雖然有一啲我知道係好快就會斷貨，就會賣曬，但係冇理，我都一樣會 link 曬俾大家 ，just in case 佢如果 restock 嘅話咧，大家都可以買嚟著下。堆 deliveries 拆完冇几耐，又翻咗一批，又翻咗一批翻嚟，好夸张！见到啲屋企嘅嘢，我都唔系好记得系啲乜嘢嚟啦，乜都有啲。然后呢一个拆咗 show 俾大家睇，嘿，我个新嘅花淋花嘅壶啊！是 sage green， 我至愛的鼠尾草綠色 ，so pretty。雖然 on camera 唔好睇到佢，有啲似藍灰灰藍藍，但其實佢係鼠尾草綠色嚟嘅，好靚，同埋真係幾好，仲好過我之前嗰、那個。佢一淋啦，係唔會 spill 到任何地方咯。Quite nice， 佢仲有第二個頭咧，可以換咗另外一個頭，係貨淋花咯。但係 probably 咁樣係會用得多啲咯，因為我唔係太多花嘅 plan， 所以係啦，用呢一個應該會適合啲。租埋呢一條嘢俾大家睇，大家知唔知道係乜嘢嚟咧？非常非常之好用嘅而家，因為我哋長期要戴住口罩，尤其是做嘢嘅時候，戴足七八個鐘，所以這個呢一個咧，佢有幾個位置你可以勾
你個口罩嗰條帶上去，就唔使所有嘅力去曬你個耳仔嗰度咯，佢就幫你卸緊都幾多你耳仔嘅 pressure。咁就算你戴六七八個鐘口罩咧，都唔怕耳背痛咯。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非常非常之實用，非常之好用嘅，而家好啱用，因為我哋澳門咧仲要戴口罩。所以 very practical。